鱼左边拉得很长，挑起来，右边还是拉得很高，再来这个地方就稍微小了一点。鱼，天就比较厚实，厚实就要用力，这叫用力啊，一般人都不敢用力啊，那字就看起来就没有粗细的感觉哈。到这里以后就绕上去，他这里翻得好厉害，他这里也翻得好厉害。啊，节奏翻得很厉害。地的话，哇，这更是写得更用力哈，也不算用力啦，就是说写得很紧凑，所以它里面的密度啊，这个上来不要拿起来，哎，非常的密，然后中间的缝隙几乎没有了。地，好，虽然没有，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缝隙啊，不要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就碾死的。